阿根廷、拉圭啊，这种很多球员这种小的技术动作，停球加转身摆脱，哎呦，哇，好的，他这球进了，中华幸福在门前二点捡漏成功，是捡漏，这球应该是热尔维尼奥没停好，是热尔维尼奥停球给停漏，对，结果呢，没想到把身后对方的防守人员也给晃了，是，这样的小将桂红运气真是非常好啊。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对，门前捡漏，轻松的推射破门。那这一下，但是你要没听好啊，因为他一停漏呢，所以把身后伊斯梅洛夫也给晃了。我们看，而且是停了个伊斯梅洛夫的裆啊。对。一凡这一下也是只能本能的出击一下，就完全是没办法，已经到了小禁区里面了，对对对，离球门实在太近，是这样。上半场临结束之前，桂红在门前捡漏破门得分，而且经过裁判组的这个视频回放的确认，魏红呢今天这场比赛还是带伤上阵。1-0，稍稍的能够让佩崩稍稍的缓口气儿啊。